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敬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劫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最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
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瓶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我们看到他发心，不怕时间长，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
就是报恩了。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的。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须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运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
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证果，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续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就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的，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威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就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作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
不求佛，也不求天神，祝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啊，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嘛，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啊，落得好自在，你自己说啊，我可不管了，啊，他悠闲自在了。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啊，不要攀缘了，啊，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饿死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卫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有，不会冻死，那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叫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这些道理，啊，张安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安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啊，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啊，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啊，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啊，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啊，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啊，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但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啊，
我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啊，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啊，不是善缘。啊，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啊，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啊，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啊，再看底下经文，说其母信喜，常请三宝，事事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啊，他母亲知见不正，啊，烦恼习气呀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啊少啊，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啊，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啊，更是稀有了。就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呀。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呀，也是加倍呀，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呀，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啊，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
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迷跟迷才相应啊，觉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个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使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过去。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她想想她母亲造作的业重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随卖家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处所，这是塔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括住住得很清楚。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四续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四。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所以称之为四。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四是庙，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四，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所以佛
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得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工具，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这个佛菩萨不灵。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威容，端严笔背。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容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
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一如。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怨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的。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个四字念意，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圣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六道里头哪一道？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斩离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勤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
诚干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仆，直接戒僧，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曰：“愿佛慈悲，速说我母身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啊，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磕响头啊。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啊，很久这才苏醒过。啊，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这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啊，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只持名号。啊，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思维就是意念。啊，没有说口念。啊，用思维，这个意思深呐。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啊，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啊，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舍。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啊！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住卧兽，尽覆贴身，
飞走海上，东西吃竹，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握手，争取食啖。这是定中见离心境界。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啊，有浅深不同。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义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业心不乱，他这是得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之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苦死了要枉然佛不能度他母亲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义心不乱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念几件经就超度，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超度不了没用处但是我们怎么做总比不做好啊？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很差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
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也没有皈依，才接触佛法。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呀，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心都没有。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哎呀，那个不像话了。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